王老吉拥有196年品牌历史，是最早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品牌。20世纪初，王老吉就随华人劳工来到北美新大陆。1925年，王老吉远赴英国参加伦敦博览会，中国凉茶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发展近200年之今， 王老吉已经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天然植物饮料。2018年，王老吉首个海外凉茶博物馆落地纽约格兰街，这是我们在全球建设56个凉茶博物馆计划的海外第一个博物馆。今年一季度，我们相继在米兰、 曼谷举行凉茶博物馆合作签约，全力推进海外博物馆的进程。现在有请广州王老吉大先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翁少全先生、翁董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到洛杉矶，与大家共同见证王老吉国际版英文品牌标识 WALOVI 的发布。在此，我谨代表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公司对各位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而王老吉品牌所属的广药集团是全球首家以中医药为主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2023年位居第426位，广药集团 旗下拥有王老吉、陈李济等12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他们各展所长，推动了中医药走向世界。国际化是王老吉的重要战略。基于多年的耕耘，北美市场是我们海外重点市场。自2013年出口以来，每年销售额大幅增长，到现在，王老吉进入了美国主流渠道 Costco、 H-Mart 等连锁超市。 电商方面也进入了亚马逊、亚米宝贵等平台。美国洛杉矶作为WALOVI继意大利米兰、泰国曼谷发布后的海外第三站，意义重大。我们希望WALOVI在美国绽放活力，让更多的北美本土消费者品尝到中国的健康植物饮料。接下来，WALOVI将继续深耕国际市场，不断壮大产品矩阵， 加强品牌传播推广，满足全球消费者多元化的健康需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进步，吉祥如意。谢谢大家。怎么介绍可口可乐呢？他说，可乐，外国的王老吉，在1987年，40年前，可口可乐刚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他需要用王老吉来做背书， 拉近和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距离。今天实际上我们在干同样的事情，借今天这样的一个起点，把中国的可口可乐王老吉介绍给大家。在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纯正的传统的东方的植物的健康的品牌理念、文化精神 传递给美国啊，传递给美国的消费者，所以还希望大家啊继续支持，我们真正的能把王老吉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超级的饮料品牌，啊，谢谢。Good morning.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event. It's very exciting to be part of it, and it's an esteemed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represent the Wang Lao Ji brand at Costco. As you all probably know, Costco is extremely strict when it comes to food safety and social audit standards. So it's very impressive that a company like Wang Lao Ji has been able to meet those standards and be able to sell at Costco. Sales of the Wang Lao Ji have done very well at Costco so far, and we're only getting started.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launch of the WALOVI brand for the North America market, and we're excited to bring that into Costco as well.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a very prosperous future with Wang Lao Ji. So thank you. Despite the rumors, I'm actually not Luis Portillo. He's ill today, so he sent me in his place. I do want to say it's really heartwarming to see. I lived in Guangzhou for 5.5 years, and so seeing the images this morning, it really warms my heart,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more Coapa collabo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California. I'm really, really excited to see the brand coming out here.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and for being a part of our culture. Thank you.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来自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国际商务部总监，我的名字叫王建立。那我们王老吉呢是凉茶，那我们在中国叫凉茶。那在中国呢，其实中医文化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那我们的王老吉凉茶呢，就是发源于中国的中医药文化。王老吉品牌的一个创始人，王泽邦。 那是在道光年间，在1828年，我们就这个品牌就已经诞生了。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全球的差不多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家族，在23年的10月份，我们发布了一个全新的国际英文标识 WALOVI。 那我们的品牌愿景呢，是让世界更吉祥 ，May the world more auspicious。 那我们王老吉所定义的吉祥文化，其实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成为全球植物功能饮料的一个领导者，让中国的王老吉成为世界的王老�i，make China the WALOVI a global sensation。 我们通过发布凉茶国际标准来加速我们国际化的一个步伐，那么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营销资源的一个协力呢，不断提高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还有一块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布局海外的一个供应链。那我们通过在海外部分市场搭建我们海外的一个产品供应系统，未来能够实现对当地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够提高供应链的一个可及性以及灵活性。最后呢，希望呢与我们海外的一个合作伙伴与客户一起能够把握着共同把握国际发展机遇。 最后呢，让我们与王老吉一起，让世界更吉祥。WALOVI, may the world more auspicious. Thank you, everybody. 谢谢大家。